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今天呢咱们继续打勇者斗恶龙建造者第82期。上一期呢咱们做出了童年回忆的竖琴，今天咱们继续完成任务啊。哎，大家请看我这装束啊，我这刚泡完澡出来，实在不好意思还没穿衣服呢。咱们和大姐对点话啊。这个说的跟上次一样，就是说妖怪们在咱们攻过去之前提前攻过来了，稍有点奇怪。这次呢是咱们到现在为止所没有感到过的强大的力量。妖怪们从拉拉伊的研究所拿走了那个机器部件之后呢，他们使用这个机器部件啊，他说算了，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咱们赶紧先打倒这些妖怪吧。托马做好准备了吗？那做好准备了，咱们开战啊。好，我现在去打倒妖怪啊。我的兄弟们他也不出来，我看妖怪在哪儿了。哦，这些火怪啊，好，咱们去消灭这些火怪啊。啊，不过稍等啊，我这衣服还没换呢，稍等啊。刚泡完澡起来就马上作战啊，赶紧穿上咱们的铠甲。OK， 这行了。哎呀，这刚从澡堂子出来哈、啊。好，咱们赶紧作战啊，我先消灭这帮火怪。哎呀，这有个小法师挺烦人啊，咱们先打这小法师啊。这个法师他放了炮弹的话，哇，伤害非常的大，咱们先来这法师啊。OK， 哎，咱先堵这脚里啊。哎，他想退，他不要退哦。现在咱们遇到法师啊，是越退越追啊，不能让他退。哦，太棒了，咱在堵脚里啊，咱不让他出去了。OK， 哎，大家发现了吗？我现在爱用剑了啊。哎，这个剑我发现了，这个耍一耍好啊，咱们多用剑啊。最近我在打这塞尔达传说嘛，那里面也是剑，我习惯用那里面剑，所以咱狐妖建造者，咱们也用剑啊。OK。咱们轻松地打倒了法师，顶住了敌人的第一波进攻啊！我看有没有第二波啊？啊，有了啊！骑士，那咱来铠甲骑士。好，我怎么有人在那儿拆我的墙去了啊？我看这谁拆我墙呢？我天哪！咱一个个来啊！我先把这个骑士堵脚里，先把他打掉。那个骑士，你拆墙拆慢点啊，别拆太快了。好，这骑士晕了，赶紧啊！咱们杀掉一个，再来一个啊！大家看我这剑怎么样？这个剑我觉得下雪也很快啊，因为它抡的比那个锤子要圆。咱赶紧来这个吧。哎，在这费了半天劲拆我墙了，我给他堵脚里啊。哎呀，拆我墙拆的，哇，他居然没冲出来。我用这冲车冲他啊！哎，我就不信了啊。哇，这边还来个大块头。哎，那不行，咱先来大头吧。这个拆墙比那骑士还快呢。我赶紧啊，我先来他啊。哇，哎，大家请看啊，我这血啊，他费四，再费二哈、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穿了一双鞋，哎，不是双鞋，我是带了一个什么这个护身符哈、啊，好像所有的攻击都减半。我是拖这个的符，咱用车撞他啊！哎，吐舌头也没用啊，咱们赶紧，这两人再一人一下啊。这个车我发现是不是无敌啊？我坐在车上的时候不受到敌人的攻击啊，好像。哎，这个车难道是个 bug 吗？好，我已经冲死了这个小法师，咱们冲这个，我怎么冲我自个儿墙去了？不对不对了。哎呀，咱现在算了，咱还是用刀吧。哎呀，原来这个车也是六亲不认啊！冲完法师，结果把我的城墙也给我冲碎了啊！好，咱现在用我的剑，用我的剑就可以打倒他啊！我，好，再来啊！我觉得这个吐舌头的妖怪其实他是有盲点的，大家请看，我这一下就躲开了他这个一锤子进攻啊！像这种大块头，咱要是不吸引他的话，他拼命的拆咱的城堡，咱可是受不了。所以呢，没办法，我稍微补一点血啊。哦，他过来了，那还好。他要是砸我城堡，我可是不乐意。咱接着再来啊。OK， 里面怎么又有个法师啊？我的天哪！赶紧，我把这干掉啊！那法师不出来，我也不理你啊。咱们先把这吐舌头的干掉。哦，这个叫食人怪是吧？还是叫食人兽啊？哇，他要打我了！哎呀，这个法师，哎呀，不行，我看看啊，先灭掉谁好呢？这哦啊，哎，我的兄弟们在那儿了。哎，我的兄弟们出来了。那不行，一会儿我把兄弟们放出来啊！哎呦，这我兄弟们可出来一回了。稍等啊，我把兄弟们放出来啊！哎呦，这兄弟在这憋坏了吧？兄弟们，赶紧出来！来，剩下的法师交你们了，咱们一起来啊！哎呦，我兄弟们，你可出来了，我这一人太孤独了，孤独作战啊 ！OK， 有兄弟们，咱们很容易的就取得胜利啊 ！OK， 咱们取得了第二战的胜利啊！哦，全歼敌军 ，OK。哦，我还获得了三个药草，哎呀，太好了！我现在就缺补血呢。好，咱们第一战解决之后，哎，这大姐，咱们再来大姐的第二战啊。
咱们再和大姐一战，这东西咱不看了，咱们准备第二次战斗。好像这个第三章这打几回了啊？好，咱们再来啊！我就不信咱们打不败妖怪啊！我看啊，我的这个剑呢，我的剑在这儿了。啊，这回是这个冰的这个怪物，那冰怪来吧，他叫弗利萨啊，咱们来啊！这一剑一个不是事儿啊！哎 ，OK， 哎，我怎么获得了什么奖杯吗？马猫 no hunt， 哈哈，获得了一个奖杯啊！好，啊，马猫 no hunt 意思就是说，嗯，妖怪猎人。啊，我获得了称号，就是说是吧？哦，那咱们既然是猎人了，咱们就赶紧杀妖怪啊！再先来这个，这个妖怪怎么傻呢？他就光往城里跑哈、啊，没想到我后面有人在杀他啊！哇，他扭头了，赶紧，他一下才废我四啊 ！OK， 这都不是事儿啊！好，咱们继续打。哎，这次我的兄弟们怎么又不出来了？刚给他们放出来一回，他们就不出来了啊！没关系，我自己来啊，免得兄弟们受伤啊！我自己的，我有事儿咱们自己一个人扛啊。OK， 咱们打掉了一个夯塔，咱们来这第二个啊。哇，这，哎，他砍我这一刀，这个声音挺吓人啊。其实才废我四哈、啊，哎，这得躲开他。他要是这种回旋斩了，好，咱们再来啊。这个妖怪就两招，他这种红贼把躲开就算了嘛啊，他是这种回旋斩吗？回旋斩其实我也会啊。好，咱们不说了，赶紧把他砍掉。哎，这第二关难道就这么简单吗？就两个妖怪吗？啊，这太简单了！哎，我没想到这个第三局的这个最后这几战好像难度不是很高啊。好，那么咱们来，又要来了，来，你先来 ，OK， 咱们再来啊，这轮把它砍掉啊 ，OK。好，接下来我把物品调整一下啊，我的冲车太靠后了，我把它往前调啊，大家请稍等。啊，我的冲车我把它调到前面来。因为马上咱们要使用冲车，哎，稍等啊，我怎么又给他？哎呀，我按下三角键，他又回去了。稍等啊，我把他调过来。好，咱们有冲车了，咱们大妖怪用冲车冲啊！我看啊，咱们不能老用剑砍了哈。好，咱们先杀到这几个弗利萨，这个不叫事儿啊。一刀一个啊，好嘞，哦，好 ，OK， 一刀一个。好，这还有一个不叫事儿啊。接下来我看还有什么厉害的妖怪啊？怎么就是弗利萨呢？这先锋官是弗利萨啊。哎，那个开关杆让我给踩下去了啊！这个弗利萨不杀掉没有下面的妖怪哈。OK， 我看看下面有没有什么大块头啊？哇，果然是个大块头。那咱来这个，别让他拆我墙！哎呦，我的喷火神像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啊。好，我再吸引他一下啊。OK， 哎呦，他怎么扭头了？你就别扭头嘛，让我一下子打过去就完了嘛，对不对？哇，他是踩我一下，才费二啊。那好办了。OK。这个大块头看来也是有盲点啊！哇，费我24，我这下不行了，我需要得吃点血了。还好咱还有三个生命的果实啊，那再来啊。OK， 咱们再来。哇哦，一会儿不行，我得用冲车了，我再试试啊。哎呀，不行了，我用冲车吧。但是这冲车好像操作起来不是非常的顺手啊，你看他逮谁冲谁，这受不了啊！再来啊，哇哦！坏了，不行了，我实在不行，我还得补点血啊。好，咱们再来啊。OK， 哦，冲车这点是无敌，这事不错啊，不受他的攻击。再来啊，咱们就冲他。哎，对，咱们有来有去不完了吗？对不对？好，咱们再来啊。哦，哎呀，这个时间点非常的重要啊，有时冲不到的话，耽误自己的事儿。这下冲到了吗？嗯，这冲车使用还不是很熟哈，不如我用剑砍方便。我再吃一个药啊，好，咱们再来啊。哎呦，这个雪怪看的是真吓人啊！对，他应该是雪怪雪人哈。哎呀，这个没法冲他了这样。哎，我这一刀一刀砍行吗？呵呵哦，不行了，我掉下去了。赶紧，咱们就砍啊！我的个娘啊！但是这妖怪我觉得还是有盲点，很笨重啊。咱们就冲车冲他，应该能冲下来。107，不错啊。咱们再来啊。冲车前面这两颗牙不是白长的，哇、哦，这冲车也是真够猛的。不过咱们，哎呀，咱们这个冲车要是我能控制的更熟一些更好哈、啊。这个冲车这个惯性我还没有掌握，它好像冲击完之后一次呢需要停顿一下，然后再它自动再冲击一次，这个好像不是特别好啊。OK， 114，哎，我正好给它堵在这个我喷火神像这儿，让我喷火神像也喷它啊，快摁错了。好，那打吧。就这几下啊！我的喷火神像，
二十不好，哎呦，哎呦，我的血不够了，我看我不行，我得补点血了吧。哎，他死了吗？啊，被我的喷火神像喷死了。哇哦，我喷火神像这回立了大功了啊！好，咱们顺利拿下第二战啊，又获得三个草药，太棒了。OK。哎呀，我的兄弟们，你们也不出来啊！好，咱们再和大姐说话，进行第三战。哎呀，我的天哪，我这，我喘口气啊！好，咱们准备第三战。这次看看敌人是什么样啊？这次应该是比较强大才对。先来两个骑士啊！好，咱们又是拆我墙的骑士，赶紧赶紧从后面再拆他啊！哎呦 ，Kinikuno de Banda。好吗？我们那个兄弟在里面，他也不出来，在那给我站脚助威呢哈！哎，算了，你们最好别出来，万一你们再受伤的话，我还得医疗你们，我自己一人把他搞定算了啊！好，我就冲车冲他们啊 ！OK， 再来，哟西 ，OK， 哇，能把他们冲这么远呢？哎，这下没冲到啊，他死了，所以冲不到啊！好，这个地方咱用这个刀砍他啊！哎，我现在非常喜欢用这把剑啊，我觉得他这个速率比这个大锤要快不少呢。哇，不行，还得冲车了。两个人我不能一块对付啊。OK， 这碰碰车，哎，这碰碰车撞墙了，哎，还行哈，哎，还行哈，再来啊！我天，我这冲哪儿去了？好嘛，把我自己冲到一个死胡同里去了。我这帮骑士在我这挖地道呢，好像看着啊。不管了，还有一个在这儿呢。啊，他还剩老哥一个的话，这咱不怕他了。我一个人用剑就能把他给打掉啊。啊，费我三，这不是事儿。再来啊！要冲我 ，OK， 躲开了啊，再来啊 ，OK， 哎，我觉得打到最后这些骑士们好像 AI 不是很高啊，咱们再来啊 ，OK， 哈哈，哎，我的汽车，对了，我想啊，这汽车我得好好练一练啊，万一到这个最后打这个妖怪时候，万一我还使不熟可不行哈、啊。好，咱躲开了他一招啊，咱们把他砍掉 ，OK， 又躲开他了一个冲击，哈哈，挺简单啊，好，应该是挡住了第一波。还有第二步啊，我看看啊，啊，杀人机器，好，再来，啊，就两个，这不是事儿啊，咱们赶紧把它砍掉。杀人机器它的这个进攻手段比较单一，就是这个回旋斩嘛，对不对？咱只要把它看破，应该是打掉它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二打一了，哦，三打一了，不行，我还得用冲车啊。我看看啊，别逼我用冲车，不行了，咱们用冲车。哇哦，一下费107。但是107对他费的也不多哈、啊，咱们再来冲车啊！哇，感觉这冲车的力量很大啊，一下能把敌人给打出好远好远去啊！哎，这下怎么没打出去？哇哦，再来啊！好，哈哈哈！啊，我知道了，好像是说敌人在放绝招的时候，我不能把他打到很远啊。原来如此，啊，就是说咱们用冲车的时候还要看好这个时间点哈、啊，当他没有放绝招的时候，咱们去打他应该是问题不大。我看看啊。啊，咱们直接用砍吧，我觉得砍比这冲车我觉得使得顺手啊，冲车这个惯性啊不好控制。好，咱们还差两刀把它砍掉啊。 OK， 啊，就还剩下老哥一个了啊。好，我补个血之后呢，咱们再用冲车冲他啊。这个血后咱们用冲车好像相对简单一些，咱试试啊。 OK， 哎，这冲车的威力是真够大啊。哎，这个机会真正用刀砍一砍。好，咱们就再用冲车啊。这冲车有时它瞄不准的，这个我感觉这个冲车啊，它是蛮力，而咱们自己控制呢是这个巧劲啊。比如说我用刀砍啊，不过我还得练练冲车，万一以后咱们打这个最终的妖怪时候，最终的这个 boss 的时候没有冲车的话，可能用的不熟的话都是事儿哈。好，咱们先砍他啊，这家伙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还有三分之一的血啊，再冲他一下。 OK， 冲到还有四分之一的血啊。好，哎呦，他把我毒脚也是不好啊。哎，我好像有一把盾坏了，好像是啊。不，先不管啊，咱先把这个人敌人杀掉。哇，费47，那很不错啊。咱们再来。OK， 躲开他了，再来啊。OK， 应该能把他拿下了吧？好，全歼所有的妖怪。哎，我感觉这个简单了哈。哎，我觉得这个妖怪他连攻三轮的话，好像简单很多哈。我要获得一个生命的果实 ，Thank you。好，咱们再和大家对话，咱们应该是进行最终的决战了。哦，他说口马，咱们马上就要和马伊拉和嘎拉伊亚支配他们的妖怪的头目进行决战了。你坐的那个超级突车已经使熟了吗？
哎呀，这我还没太熟呢。他说你一定好好运转一下，然后开始攻击敌人。啊，那来吧，没问题。准备好的话，咱们就进行决战。那咱们决战，准备好了吗 ？OK。他说不要担心啊，这些不看了。咱们现在这废话咱跳过啊，咱们进行最终决战。好，到了决战时刻了，我马上出去，咱们开车啊，啊，出去开车，呵呵，咱们出去开咱这个鸡突车啊。稍等啊，我把它调出来。好，咱们开始。哟西，一下90，112，哇，这个车很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我看啊，这妖怪咱们把它赶掉。哇，这个时间点没弄好啊。哎呀，这个时间点我得看好才行。哇，妖怪打他。109，油缸马紧 ，OK， 熔岩魔人。赶紧啊！好，这个熔啊，这下又没弄好。哎呀，这个时间点非常的重要啊！咱们再来啊！我熔岩魔人，哇，我直接打他脑袋上了啊！哇，这太好了，打他脑袋居然费这么多血啊！好，咱们再来啊！哇，下面是冰岩魔人了。我天哪！哇，坏了，我怎么掉下去了？稍等啊，不对不对了。哎，我看啊，我应该从哪儿上去啊？啊，从这儿上去。哎呀！再来再来啊！好，咱们继续作战啊！哎呀，这真的是很紧张啊！再来啊！哇，好好，哎，这车还是觉得有点这个时间点没控制好啊！再来啊 ！OK， 下面应该是打冰岩魔人哦，果然是他。咱们再来啊！我这个音乐设计真的是紧张刺激！哇，我又没弄好，稍等啊，实在是不好意思，赶紧赶紧，我的车出来。哇，我好像血也不多了，哎，但是我开车的时候不能补血啊，啊，那先打吧，哎呀，我血还不多了，啊，再来啊，咱们打掉这个冰岩魔人，我如果再有一个失误的话，我就必须要加血了，冰岩魔人，来吧，104，104还可以啊，哦，我应该直接打他脑袋才好啊，不应该直接打他手啊，这我得看准了，哎呀，我的血不多，稍微有点担心哈，再来。哦，他就剩个脑袋了，他太棒了 ，OK， 565，太棒了，哎，我这点血居然还能支持这么长时间啊，咱们再来啊，小弗利萨不叫事啊，哦，他又出来一个手，咱们干掉这手啊 ，OK， 102，哇，他还活着呢，不过他的血应该也不多了啊，咱们再来啊，咱们来这个熔岩魔人 ，OK。哇，我差点掉下去啊，好危险啊！再来啊！哇，在这儿呢，哦，还是一只手，那再来一手啊 ！OK， 107，哇，又掉下去了，不好意思，赶紧赶紧，我需要吃点血了，稍等啊！对了，咱还有三个这个 Inochinomi 呢啊，生命的果实呢。好，咱们再来啊，敌人血还剩一半，咱们应该能够拿下他，咱们再来。OK， 99费的少了，比刚才啊，再来啊，这个小弗利萨给他弄掉，哇，我怎么又掉下去了？这干什么了在这儿啊？再来再来，哎呀，有点紧张啊，我手都是汗啊。如果哪个朋友在我边上，我一定摸摸他，你看我爽多少汗啊？好，咱们再来啊，哎，就是第一下冲，我觉得真的是一点必要都没有啊。再来啊。哎，怎么就剩这些家伙了？那两个魔人呢？哎，那两个魔人呢？难道说我已经把魔人打败了？哦，我只要再把这几个小家伙收拾掉，应该就算拿下，应该是这样吧？那太好了，这不叫事儿了啊！咱们拿掉这几个小家伙啊，应该就算没问题。我看啊，哎，没有了吧？哎，应该还哪有？我再找找啊！啊，这还有一个，
OK， 咱应该算顺利拿下他。OK， 105，这个没有了吧？哎，还没有哦，这还有一个啊，这还有个幸存者，再来啊。OK， 呵呵，哎，这是什么意思？哇，他现在是冰火融合了，我的个天哪！这拉拉伊的技术他们学走了。好，那么咱们我看啊，咱们赶紧再来啊！我的个娘啊，这真是到最后的决战时刻了。我的出租车呢？不是出租车啊，我的冲车呢？怎么这个冲车着急说出租车了啊？赶紧，快在哪儿了？我可别再掉去了！哎呀，我怎么踩刹车了呢？我天！赶紧！坏了，失误了！刚刚一说出租车的事就有失误了，咱们不能再失误了。OK， 冰火融人啊？怎么了？冰火融人啊？哎，冰火融人这词儿挺好听的吧？冰火融人啊！好，咱们再来了，不说了。我看它冰火融，咱们把它变成水啊！哎，坏了，摁错了，稍等啊！哎呀，这个时间点怎么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呢？而且还掉下去，稍等啊！我赶紧起来，咱们吃一点果实啊！又，咱们再战啊！我105体力拿下它不成问题，我怎么还掉下去了？稍等啊！哦，应该是在这个方向。好，咱们赶紧过去啊，有点紧张了。OK， 咱们再来啊！好，咱们再来啊！咱们冲掉所有的敌人啊！我天哪，怎么连墙都冲啊？咱们不能冲墙了，咱冲人啊！好，我找呢，在这儿呢，再来一下。什么时候让我冲上他脑袋就好了啊！真是这人不放过，小冰人啊，弗利萨，这是火人 ，flame， 这都不叫事儿啊！咱们直奔老大而去。哎，我觉得我冲他这个胳膊不怎么费血哈、啊，我可别掉下去啊！咱们再找人啊。Flame 给他冲掉，然后这是弗利萨也把他冲掉，这都不叫事儿。哦、啊，他就剩个脑袋了，太棒了！赶紧，我瞄准再来一下，460 ，OK， 嘎泰马锦，我怎么又掉下去了？哎呀，太紧张了。哦，他叫嘎泰马锦，叫合体魔人，原来如此啊，不叫冰火融人啊，我那名瞎起的，他叫合体魔人，咱们赶紧消灭这个合体魔人啊，把它变成水啊，咱们再来。哎，这个家伙。哎呀，我都不心意打，我拿这个大锤就给打下去啊！上那边去。好，咱们直接找那个合体魔人去啊。哦，在这儿呢。好，咱们直奔他而去啊！我就不信了，哇，他没了啊！他在这儿呢。好，咱们冲他。哦，他用手挡着呢，原来如此。我得把他两只手冲掉之后才能冲他脑袋。行，知道了，咱来吧。他就这两下子，他不就会扔个这个球吗？好，咱们不理他。咱接着找人，哎呦，他这个手柄操作起来真的是，我得两个这个叫什么，摇杆一起晃啊，一个是开车，一个是晃这个视角，挺难的这局啊，我感觉。好，他就剩个干脑壳了，咱们啊，这，哎呀，太紧张了，幸福来太突然，结果，哎呀，给叼下去了，咱们再来啊。哇，61。61的血冲他没问题，咱们赶紧吃一个生命的果实，咱们110拿下这个合体魔人啊！我应该不用再补血了，我有这个自信啊！咱们再来 ，OK， 我可别掉下去啊！我得先保证我在不掉下去的前提下，咱们消灭这个合体魔人。弗利萨 ，OK， 这个车是不错啊！哦，在那儿呢，出现一个大手啊！好，咱们去消灭他啊！哇！他两只手又出来了，赶紧！合体魔人已经消灭了他的一只胳膊，咱们再消灭他的另一只胳膊啊。OK。哦，他还有一只胳膊，哎，咱能不打他这只胳膊吗？直接打他的头行吗？不行，他挡着呢哈。好，那么他应该就剩一个头了，我看看他在什么地方。这下的话，咱们打掉他个400啊。哦，在这儿呢，呵。咱绕开这个火人，哎呀，就不绕开了，打掉啊！好，咱们直奔头区啊。OK， 460，他还差一下，应该就能拿下啊。哦，他在这儿呢，咱们赶紧啊。OK， 哦，他的血已经红了哈。我说110拿下他，咱就110拿下啊。OK， 我看啊，只要我在不掉下去的前提下，咱们拿到他不成问题。好，他在这儿呢。他有手吗？还有一个手，我差点能直接打到他的头哈、啊，啊，被他的胳膊给挡住了。OK，
现在是最后一击了。OK， 合体魔人陶西达把他打掉。哎，他给我来个什么东西啊？哦，他给我来个宝物哈。OK， 那我捡一下。哎，是这宝物吧？哎，这是合体魔人给我的宝物吗？哎，我怎么捡不到呢？哎，稍等。难道我得砍他？这砍不动啊！我天哪，这不会是游戏的 bug 吧？我的个娘的，我好不容易把这个合体魔人打败，结果这个东西我捡不起来，这看的像什么？像个橘子瓣似的啊！这怎么捡？摁三角键也不是捡。这怎么办？默默，他吃俩桃子在这儿哈、啊，拿锤子试试啊！难道我得把这个地给他砸？给它砸透吗？这也不是啊，这砸不动啊。哎，这是怎么回事？斯克尔艾尼克斯公司，这是为什么？你的游戏出 bug 了。哎呀，这个游戏出 bug 了，这么难打的合体魔人，结果我打完之后他出 bug 了。啊，这可怎么办？怎么对症也不管用啊，这个。难道我再给他抡他一锤？嗯，这怎么办？我想想啊，这没办法了，他没有敌人了，抡一锤啊。嗯，这怎么办啊？哎呀，有遇到过的朋友吗？给我留个言，请告诉我该怎么办哦。哎呀，怎么咱们遇到这种事儿了？这个难道只有我遇到过这种问题吗？啊，无言的结局啊，这怎么办啊？啊，我看看我的朋友们还在不在。我的朋友们也不在了。哇，把我老哥一个扔这世界上了啊。这绝对是个 bug 啊。好吧，这个视频呢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谢谢您的观看。我呢自己再想想该怎么办。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哎呀，遇到这个事儿啊。